即肉粽节，除了讲食肉粽、白龙船以外，佫会使把握即个时机解温。有民俗专家讲，因为即个五日节即日工呢，是一年内面阳气上个旺盛的日子，所以讲会使趁即个时阵做法，甚至会使增加即个财运。就讲用即个盐啦、米啦、即、这个沙姜、净坛，也是讲伫个财位进行即个徛能，取即个五时水，甲一定数量即个鱼虾做伙煮了哦，放伫财位，佫会使招财解运。对水稻头薪水真平常，不过若是伫个五日节东港的中岛，像安尼一般的自来水，就变成民俗专家所讲的会当解温的五时水。让它曝晒个半个小时。民俗专家表示讲，这五日节即天会当利用阳气上旺的时阵，厝价偏香。另外嘛，适合招财，会使将168克的银角啊，放入五时水内面煮，放伫厝内在位。客厅或者是我们办公室的斜对角，这个地方来讲有一个 L 型。藏风聚气的地方，所以在这里空气进来，这里有 L 型嘛，空气就聚在这里。另外有人会算徛能，会使选伫在位进行增加财运。新的一年端午节午时，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把蛋立起来，哦，那这样子来讲就是代表非常的旺。求吉利，买撇开灾难。病福星今年在东北跟西南。假设你门开在这个位置，或者是你床头在这个位置，或者是你的厨房在这个位置，那基本上都要用葫芦装盐米来收煞。民间风俗拢是对古早流传落来生活智慧，伫好的日子求好运以外，也会当强化过节的气氛。